下周好的乐队前往海丰，白举纲也如期赴约。你们知道今天这个巨大的惊喜是什么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哇！对，我特意为大家准备的，先上车，先上车，先上车。这太酷了吧！浩哥的移动城堡，出发了！呜呜！哦，这边我以为是城市呢，结果是比较乡村爱情，没有爱情，只是乡村。我们就来比谁先笑谁输。龙龙真的太容易笑了。今天我们要玩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，走到哪儿演到哪儿，我们演三站。哇！杨美楼。哇，这好棒啊！这是我们本地的白入戏。白入戏。哦，这是麒麟。实不相瞒，我会打拳。来。赵思。嗨，你们好，在喝茶吗？哦，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擂茶。天哪，我以为要打人了。不行不行，美感已经没有。在本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之旅中，好的乐队将画上一个怎样的句号呢？登录独家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。感谢首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以及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号。欢迎登录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搜狐娱乐、环球网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大众网娱乐、北青网、中国综艺网、千龙网、中华网娱乐、娱乐中国、娱乐新闻网、爱豆网、粉丝网、环球娱乐资讯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。感谢海丰星河湾特别支持，感谢汕尾保利金丁湾旅游度假区特别支持。下载搜狐新闻、凤凰新闻、扎克一点资讯、小鱼等客户端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。感谢超级粉丝团 WiFi 万能钥匙、天翼超高清、观众网、起点读书、皮皮搞笑、人生宝等平台的大力支持。